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仓鼠。马上就是中秋节了，鼠子在这儿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。今天的这道年糕鸡翅煲简单又粗暴，好吃又丰盛，非常适合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过中秋。首先准备一斤鸡翅滑刀，洋葱、土豆、玉米切块，大小随意。年糕切段，大小和蔬菜差不多即可。再准备葱段、蒜粒、姜粒，郫县豆瓣酱两勺，不喜欢的同学可以换成黄豆酱。最后我们来调一个焖汁儿，这个焖汁儿主要是咸鲜口，您还可以根据喜好加入适量的番茄酱，来增加焖汁儿的层次感。至此，这道鸡翅煲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，非常的简单，一定要尝试一下。越是简单的组合，越能碰撞出惊喜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做菜，仓鼠就不说话了，大家安静的看做菜吧。一锅幸福感爆棚的年糕鸡翅煲就做好了，鸡翅非常的入味，喜欢海鲜的同学可以在最后五分钟加入大虾。这里面我最爱吃的就是年糕，特别的入味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你学废了吗？我是黄金大仓鼠，我们下期视频见。